这点灵气啦，顺咱静静的心，我有这条清甲源头的心意啊，转咱顺家现世情，出咱真稳的本性，导咱清净归心，显着清甲的顺气。走向清明这条心，是咱元天道灵回到母娘清界，这是咱回到无形的天，最主是咱落定。阿母阿来讲，这是现证，有一点真稳的心意。是咱清净一点心降落来在世，咱的心气啊，现咱清净拢是如心，这是清界咱的灵气，我用清净的顺加啦，真理是灵性，现咱转转来是本性。母啊，爱行咱这命运，是现世的本领。今母啊来讲，安静啊，现咱有顺这点灵，我爱通动清咱的心，多得永远的灵气，看现母娘清咱心。有咱一点灵的精，我有一点气通神啊，在世来讲着安定。有咱一点清净的本性，这是顺着灵魂的天性，转咱的心安静啊。真理是天灵性。显道是顺咱心，转咱清的气啦。灵魂只有用清净，回转咱的心原性，这是通咱的本性。显道真法这条灵气呀，真理是天灵界，回出稳定是心自在。看见这条灵魂，是咱清净的心，予咱顺加稳定的灵，这是咱团无形的家，是咱有这点清净的天，我爱顺落来这念经，是灵源伊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顺加啦。现在清净这天气，咱只有走入来清净的心，无形就是咱现在在接触，咱的气要会飞跑，这样咱再来说清净的天性，都是这个言能的传达波动，我有这么清楚这个脑神发射，这是心内的灵感，也是咱搁再顺着这个天，予咱静。我以这条稳定的气，通流咱的心，这么清。真理是灵性，显露是顺定。有咱一点清天的灵，这是顺着无形的法界。嘛是咱遮尼啊稳定心在在，有你这条现主持的气，咱再来行转来顺母啊的心，真理是天法界，显露是正心来，传咱有定这条心，这拢是显明咱的灵气，伫咱遮尼顺。的心性，现在这么稳，
咱的脑清，拢是无形界的灵气，活用伫咱即世即个身躯的。我有遮尼啊清净的天性，这是咱母娘啊，伊予我稳定落来。伫我即马即个心，只有稳定倒转来，这是修通的法门，我才会当讲灵元灵气，顺着我即尊神伊的自在啦。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气，只有看到咱顺觉的心，真法是天灵气。落伫瞬间，则是显露神。咱有一点灵的清净，这是对着清界咱的天性，嘛是爱咱讲着顺母的天命，灵源伊的灵气，转咱清净顺母，显咱有正一点气性。咱有真稳这条灵魂，转转来这么顺的心意啊，这都是通天落家，也是咱转到清净的顺心。咱有这点灵源的灵气，转到咱这么顺的天，真源本意的天性。转咱清顺定，我有母娘这条灵魂，入伫咱即马清中的心意啊！这是咱回到母啊伊的灵性，嘛是咱搁再通灵清咱的心性，有咱元天的灵感，咱只有转到清净，咱即马这个心稳落来。现在清净的气神，咱有母娘啊，转咱的本性，使咱在世现咱的灵魂，真源天意是灵性，转咱正法是本灵，有咱元天这点气，咱再来讲顺家这呢啊清，真理是咱灵性。爱咱转的，则是显性。我有一点清甲源头的灵，这是咱无形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到清净的心。我以灵源本性转咱清入净，显露是灵法界，度咱清净是源神在。这是咱为主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静，真法本意是灵天在，会出母娘定神。这是咱传这条灵性，心内咱的本心归，这是咱天性的无缘，归咱清净。这条心入到这么稳的灵气啦，上苍的天界，予咱转来清净的心，我有无形定灵啊！这是咱学着清净这条心，向着咱无形界这尊神，因为这是咱的心定位。只有讲无形，因为这个灵咱看无，所以讲我用着这个心来偷窥，直通我即马这个性伊要归本，这则是通着咱的灵源灵气，转伫咱的心这么温和的性，真法拢是天界，显灵是无性，转咱清则是天灵啊。修顺这么静，这点则是咱的气，走向升天。咱这条心是咱元天本性，是咱处元灵本性，
我才有遮尼啊清的灵气，是顺着清净这条线，我再来讲到遮尼啊稳的天命，有咱老母这条灵气，因着咱遮尼顺的心清，咱有这条灵法界，再来讲出家现在真法的灵气。转咱顺家的心，我有无啊一点灵性？再来讲显露有稳的天灵，是你行向正法的心，这是咱团的灵家，现伫咱的心头顺的落来，的并顺，这种是通灵，一点灵气，个人向的。先天性是咱伊无开头，咱才有遮尼啊精入神。这是咱转着清界，咱的本性一条清到源头的心意，咱只有向个人的心开出来。这是咱定法先天这个真，灵魂是现世用。转咱出定是先天性，咱有阿母的本性，才会当传着咱清净这个神的样，拢是这么顺的天意，我才会当徛伫清净这个心，拢是恢复咱的灵性。一世人咱要讲的是通家己的心归母。这才是咱的天意的见证，嘛是咱爱团遮尼啊顺的心明。天元是灵天意，道灵是慧无心，转咱归才是现世性。真法的灵气，回到稳定这条心，这拢是清净即刚开。你有这点灵魂的天，是咱归落来现世用。阿母啊，来讲这呢啊顺的心，我带有现世的灵气，才有咱顺家的心。天元本意是灵天性，转咱道家则是显明，有咱一点灵。伊个精神，即拢是通天咱个法界，无形转转来，咱个心会知，拢是显明一点假。真元天意是顺无心，爱咱转则是现世情。我有一点气，通着我即马即个心神，显露是正法界。学到母啊，这条心，这再来讲到灵，归咱的意思，是咱清净这点灵气，是咱对着无形显得清楚，因为这是我的心归原体，拢是本源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，这样的顺序。我才有这条原天的本性流露在世间，这是清净的法界，使我通灵。现在我伫遮尼啊清楚的灵性，这一片拢是清的，因为我爱是个人的心感，接触到母娘这个气场，我才会当显明。出家这个心意，是咱无形这点性。咱再来讲道家显的清，拢是看现咱的灵性。你才有这呢啊顺的本性，真理是天法界。爱咱来讲出家现在，咱有无啊一条心？再来讲显露。有情是咱以清净的灵气，
是你搁再倒转来顺母神，天愿一点滴，转咱罗家这条心，这拢是通天的灵气。咱有这么啊顺的天性，我有滋养着正法的灵，献开母娘啊这条街。是咱转入到清空，咱才有现主是的本性，神降咱在世的生命，是咱行回这世人，咱才会当通咱的脑清光，因为这是显明咱个人的心气，相通拢是这个天，互我知影，这是无性。爱咱归元的清家，咱才会当讲顺着通灵这条神话用。现在咱这么清的灵气，咱只有对着心明伊的原性，因为咱爱是清净的天理，掠定在世间咱的心气，有咱这点灵伊的静心。是咱搁再有顺，阿母阿来讲显会清，因为这是咱顺家的灵气，嘛是咱母娘啊来讲着这尼啊顺的心灵，得到正天的你，我爱金母娘娘伊的顺家，显伫咱的心头，咱会当清楚，因为这是咱在世的顺天。真法拢是应如神，伫这个无，我才会当生原来这个电波，这个资料，这是咱通灵的本性。你要知影有这个无，伊的入境，这是通咱顺家这条神，拢是安安静静，这才会当传到咱清界这个无形的入境，是咱要讲。真稳的心，转入到咱个人的心气。我爱是上苍这条灵性，现个这尼啊清的心，是稳定这点灵魂，是搁再顺当来的气。这点灵光，这点灵气，只有转到咱的心这尼啊顺时，这是咱通灵。一天界，嘛是咱来讲着正法自在，是灵魂的灵性，是咱转动的心清。我有这点灵魂的灵气，因为这是咱的天元清净，嘛是咱母娘啊，伊落界本性，一点顺加灵气，转伫咱的心顺利。应咱有无的灵性，转到咱这尼啊清的气，我有这点灵天的本性，是我脑神有净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气。逐日咱行转来顺步啊，我有这点清楚的灵气，转伫咱的心公平，因为这是我清天的灵性。在世间，我的心就会平顺，因为这是天意落伫我的身躯的，是我用着这点灵气，用着我个人这个心转的明，真法的灵气，只有定着在世间的心安静，天地是灵天性，转咱罗家是现世境。有咱为主的灵气，咱再来讲顺家定心，显露是灵法界，安定则是现主时。我有母娘伊的灵性，再来讲现开清咱的心。有咱一条灵天的气，我再来讲清界咱的母心，真理的灵气。
转伫咱的心顺性。咱有阿母这条灵源，咱再来定着即天去的清净，这是天的顶冠。我走母娘这条灵气，因伫我在世间发射，因为这是通灵的本性。我运用着正当这个灵气，嘛是咱传达着清净咱的心归元。归圆归妙，是咱这条清楚的灵性，直通先天咱的元神，出现伫这个虚空。我以清净来代表性，这是咱的天印伫我的心，我才会当将着这个法来使用。这是咱传这个灵气，要咱一世人。修咱的心平平，我爱是这条清净的天界，大家拢行入到这个道来，拢是以心头的灵性。一世人，咱搁再定这尼啊清楚的心，灵魂哪有天意？转咱清净是道心，有咱一点灵源的灵气。这是咱无形的灵性，嘛是咱搁在定法先天的本性，灵源的灵性，是咱归母这条心，这是咱转的清净，拢是稳定这点气，咱才会当行金母娘娘伊的心稳。现伫遮尼啊清楚的灵性，咱只有转着清界，咱的心安定。无形爱咱即嘛，今日我只有讲现主时出家，都要倒转来原来归母，即个真心啊！这则是咱的灵本性，伊体会体验先天咱迄尊神伊的主宰。是咱要行真紧速，这则是咱通灵的法界。因为神速度是紧的，所以讲咱才有这个神速这两字。这是咱回到母爱的灵性，世间要产生这个自然的本性，咱才看有先天咱这条灵伊的规模规体，真原是天性。爱咱看见是天命，转咱遮尔啊顺的灵气，咱爱是一点清楚的天，拍通咱个人即马即个脑性。咱要转的是虚空的清净，心内底即个无缘，天理是灵天性，转咱有多现实用。请咱心即间去，这是咱回到母娘伊的瞬间，是咱这条清楚的天，咱再来行向这么顺的心，因为这是咱母娘伊的灵气，拢是安定咱这条心的出入。今日我就用心献阿母啊。这个大法性，因为这是天意，降伫咱即马在世间，爱用着心解讲开。这是照咱人的气，你若有金母这条灵性，你才会当将着咱的清性本性转个这么稳的灵气呀。是咱回到灵，这个元神伊的正法。你才掌握咱即马即条灵魂的主头，因为这是先天显明，在世间咧要讲的心啊、情感啊、无啊相共，这个金刚体，这个发心，这是咱转的清净啦。心头是明明明，咱只有现主时的气，通到这么顺，咱即马这心也自在。这是我的当下我的心，
我才会当流露清家己的心性，抓定着我这条气场，掀开着母娘伊的本质。真理是天灵来，回着母娘青天开。有咱一点灵天的神，咱才转有这么稳的家。真理的灵气转在咱的心顺天，我有一点灵天的性，这是咱转到清净，阿婆啊，这条元神灵源的灵气，定咱这么顺的心定，我有一条清澈的天灵，这是咱母娘伊的灵气。见到咱这尼啊顺的灵感，现伫咱这点灵气的，只有咱的心内会通，通你是完全知影的，这拢是无难着其他的，因为这是阿母啊一直讲，我有这个心才放会开阔，因为这是天要给咱的，我在世间就要有母娘啊。这个元灵回到我现在这个心的气境，都是顺着这点灵气，咱爱是现主时，咱的心会开，这才是咱学到清净的天理。一世人你用到平静这个法性，天元的灵性现咱稳定是本性，有咱一点灵源的心，这是传达咱的本性，会当转的，这是咱的天神。一点清净的天，爱咱儒家这么顺的心态，因为咱只有用念力。今仔日咱用着虚空这个灵性，思念着金表这尊神意。这拢是通到咱个人的脑清净，你才会当看到先天咱的本性。这是一点灵的出定，咱才有这呢顺头的灵气，因为这是先天定咱这呢顺的。咱只有用到心的平顺发性，冲到咱原来。这个无真，这才是咱回到灵伊个家。真理是通灵气，现咱道家才是顺天神。依咱有净这点灵魂，一条清净的天，咱爱见妙顺心，一点灵光是现来。都着气中主宰啊！天元拍通四灵气，照体悟出，则是心明啊！一条灵气的瞬间，咱只有看到母娘伊的心境啊！天若开咱这条灵魂，予咱有母娘顺，一条清净的天界。咱只有见天空心内啊，回到这点灵气，咱只有看到清楚这条线，因为这是咱原来的灵性，本来是无的嘛。但是咱爱伫虚空转啊，咱这个心才会当归原体啊。这就是咱清净这个脑神，你接到无形这个电。今仔日，咱只有用这个力，光的力就是电，是咱以正天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着清净，咱的本性。天元有路有灵气，咱再来讲顺着通天，用咱老母这条灵性。今仔只有讲神光，神光就是雷波呀，雷光。电表啊，这就是咱通天的法界，嘛是咱今嘛咧讲的啊，风神火灾，嘛是咱今嘛这个中土
或者中土分中天，这拢是证明咱的灵气活伫咱即马，顺着这条心自在。这是咱的清净发心，接受着无形界这个诸天，这才会当讲通咱的灵魂，顺着阿母啊这条心，安住咱即马的灵气，贯穿着咱即马这大虚空。真理是通天的，爱予咱用着平和这条心，这是因咱在世。咱要有真柔和、真温顺，听母娘的话，安尼咱才会当修甲真真，倒转来复回咱的本位本性。这是在世间，咱爱安尼透、安尼行，咱才有遮尔啊心和，清净到这个天元的灵性。阿母啊，这粒真心献伫咱即马这个道场。真法拢是天意，奉着母娘这条心，因咱爱是圆形迄个真，所以讲咱是顺着这点灵气，咱才有这个道真、圆真、心真，咱即马清楚的本真，拢是安住咱现住时的想法，咱才会当见到虚空，咱这个心定得到位。这才是现主时，咱用这个用，世间你也要利用，也要运用善用，你才有这个体来跟咱配合。这才是咱融合。你今仔日的样，样伫遮尼啊自在大自然化去，你才有这个神，清这个脑神，爬起来咱三朝这个大喜卡。这就是咱的灵源灵性。学着神伊的自在，真法天意是灵天台，度着正天神自开，灵魂脑转天明。爱咱回着清净的心意呀、啊，天元自在的天性，降咱天灵伊的本性。我在安住这点气，化开心病。这条心是咱有稳这条灵气，是咱引着家己这条心恢复这个天理。咱只有落家顺无心，爱咱转的才是天灵。有咱行这点灵气，咱再来引着这尼啊顺的心神。天元是正天来，回出母娘现世形。我在一点去通灵，回出清界，咱的心意呀、啊。天来赐我落灵气，悟出清界这条神的理呀、啊。我有一点平和的天性，降伫此地落心啊，现伫清净这间去，我带有上苍这个执事。现在咱的心头灵性，转伫咱这么平和的心清，天若转咱落架，咱只有自在这条心，引着咱的心啊恢复清净，这是咱的天意脑神，向着老母这个磁场，引着咱这么顺的气，拢是现来青天的理。我再来讲到这么啊清楚的心意，拢是接受咱的灵性，拢是开着咱个人的心显明。真理有咱清天性，现咱清界无形境。我只有来讲着灵气，咱的灵性，正天有来定咱命，现咱出家是灵气。见天大地是顺性，爱咱接受是现之时。啊，这个心灵啊，脑照天意。啊，我来讲开道心，这是咱清净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么清的心，顺着灵界这条灵性，
搁再服侍这条天神，拢是献甲遮尔啊清楚的心头，咱才有现主时的力来送。这就是推展、推行咱个人的心气，这嘛是上苍伊要予咱这个机会，修正咱个人的心明净。这是通着咱本灵的本意，嘛是在世咱出家这个时阵，因为这是先天伊予咱的资料，咱要将着这个无形的理。讲伫咱即马做人平常时的通话，这才是咱元灵的天性，献出着你一片的中心，是咱要讲到这个法界，咱才有这么清楚的自在。真理无来是天性，普现咱的灵气，献伫咱的清楚这条心，我来应报的天界。现咱清净现在，依咱元天有气，转咱心顺性啊！天元落来上天神，教咱转灵的本意，晴天五来出天性，转咱入定现实行，自应通来五本意，晴体五出先天理。我来应报现主时，调和正法平静心。天哪、有这条灵气，我来讲出先天的心神。咱有这条灵源灵性，转过着通天咱的清净。心内安住天法界，我出这点灵现开。请在灵源显世故，徛正先天大天神，灵源主宰是天意，下降灵源是顺气。正在心中游个游，清净开了心中明，回了母娘再复生，咱来团开现世清。真愿青天落本意，悟出清家咱顺势，应咱天元本性，接受着老母清咱心。清在正果一条灵，化开心中无牛气，调整咱天元这条心，引咱平静这条灵。天在灵源度灵气，灵主现光顺天时，天元落家落法界，家主天元有自在，天理教育是天性，众神下凡是本灵，现咱清家是天意，悟出这条灵开啊！清清灵源地无明，带咱团来现世行，主宰清果一点气，我在大母奉天时，天元看开是天理，我来安住则是先天行。一条正天拢是命，大母团开则是应，拢是清果一点气，拢是老神奉无义。正在凌空天法界，一点气中带天性，现在无形定难明，转咱一点气通心。清清灵源为天理，现灵道家顺无义，一点灵气现原来，清空天理转天界，灵源灵气归天性，我来打通先天行。灵源现在无形气，因咱正天顺天神。一条安住天法界，清楚心中带天台。灵源灵气有无义，
调整心灵，咱顺时，应咱晴天无形界，转咱通灵顺自在。啊，这是天意开咱的灵性，啊，搁再予咱听经。我爱是一条灵天的真意，咱再当讲通咱的心归元啦。啊，这是天意的灵性，啊，嘛是咱为主的天命。咱有这条正天的气神，转伫咱这呢心，这是咱天灵的本意。这条心咱再当顺加啦。啊，天呢愿开了。灵啊灵心，发在灵空，现啊心明，灵界五色现露明，天理的孙啊灵啊，无清啊清。天开五神啊，灵啊清心，灵光灵宝，发啦灵啊开，灵山灵珠，普啊腰带。妖怪的波波啊，向空来，一点的灵啊，愿开啊心内，现世传你永远去。灵珠的灵啊，愿看虚空，天庙灵愿现啊灵啊去，甲咱啊那情啊现顺啊天。老母的愿啊，心啊，立中地，青天的母心啊，看咱啊灵，安住世间啊，心啊的清，搁再的读啊经啊。福啊本生，天主的灵团，爸爸样，志向的心啊头啊，徛中央，现世正果，团啊灵来。金庙的奉献啊，世间在，永难灵愿去中行，一点的灵啊去啊，传天行，心咱有主就发誓。青天道化正天气，充满天地无形界，稳定清修在世行。我在清高一点气，洗净无形待天理，应咱无形度咱爱，条条灵家现世界。这是照着天性啦，啊，我只有照着咱的无灵啊，会当用着咱的心。这么啊清净一口气，代表着金母降伫这个地。我在现主持的灵性，只有行到咱今啊这个道场，这才是咱清道的灵性。逐天爱见母这条元神，咱才有今啊这么随从咱这灵，这是咱通灵的本性，要化开
咱即马即个万世祖啊，会当行出着咱清河即个精气，啊，咱才会当归元即个天，应咱有母的灵性，条条出家拢是神。咱有一点敬天的灵性，平静咱个人的修行，因为这是归咱相共的灵气，大家来向着即个天地，拍开着咱人即个好气。好做伙，卖有歹脾气，所以讲这是心中的安慰，嘛是咱爱见真入定。世间爱行是通咱即马这个脑神，咱才有家己这个主头，要讲出着天的一片天，拢是顺着这点灵气。要掠定着在世间，咱就要有出定这个神，发在上苍有落架，献咱一条正天理。看咱孙家用无心，咱才有这么清净的天性，种法顺了无形，五在清高这点气，徛正孙家咱的天性，奉献整个咱的心灵开源，恢复清界。孙阿姐，阿姐好。